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试玩一款新的手游，叫做《东离剑游记 N》啊。这款游戏是奇幻武侠 ARPG， 今天来为大家实测一下呢，它的游戏到底在玩什么。好，一开始有两个人在逃命啊，哇，这边怎么有点像三国无双的感觉？画质还不错，细腻度也蛮高的。哦，开始就是武侠风，可以闪招，闪招后阶段，招式看起来蛮华丽的。哦，直接把他打退两步。现在空中出现了一个神秘人，戴着面具，万物之神，死亡之序。通常好像魔王都会先出现一下，就是里面的大坏蛋，在前期会让你知道说谁比较坏，越坏会越早出现。哦，这边就是他们血洗我们的圣域啊，所以引发了一些纠纷。他是日文配音。有没有想说他会不会是类似有中文配音之类的？现在配音是听起来是日文的。前面这里的动画，我他施招，我们这个主角，哎，有挡下来吗？似乎挡不下来了，有点不舒服。那这个妹子还是要先走。哇，妹子直接跳崖！哇，爆头哎！狙狙啊！我们以为我是这个主角，就像狙狙啊，因为很多那种ARPG 开头我们会是一个角色嘛，然后可能给你满装之类，没有想到开场就领便当了，这游戏太狠了。哎，后面有人，陌生人，你现在就要跟他交战，就是因为一把伞，一剑不合就要打架，操作上来讲流畅度很高，很像那个。三国无双的感觉，就是给我的感觉啊。普攻加三招技能键，哎，这个招不知道什么。然后按住以后好像会有不同的玩法。OK， 打赢后会有一个胜利的音乐。刚刚那个妹子，她刚刚跳崖，然后可能受了点伤，被包围了。这个时候就是英雄救美的时候到了。然后可以放三个角色，哦，他就加入我们了。选择助战的道友，我以为我们是白头发这个，哎，啊，这边要打架，所以我们是这个角色，哎，可以换，可以换妹子，可以换妹子。所以他角色不是捏脸的，他是有固定的角色，那就是走故事剧情了。就是妹子蛮强的，刚刚其实是演的，也不用逃命，因为他打得赢啊。还有怪物，哦 ，SP 100后就可以使用招数哦。可以那个哎、欸，类似三国无双，可以叫另外一次出来帮忙打。三国无双就是有类似合体技啊，这个现在是围殴，他根本掉不下来啊，好可怜的，他在空中一直连招哎、欸，好狠哦、喔！这让我联想到格斗天王的蹲踢，蹲踢就是可以无限阶段，然后人就会在空中。这边有合体技，就很像无双技啦，有一个叫无双技，就是可以两个一起出招。哇，这个人太可怜了。他就是在空中飞一飞就结束了，连降落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个女角其实还蛮正的啊，说实话，一生以身殉剑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哦，玄鬼中宿敌，反正他们就坏蛋啦，坏蛋派系的。哈，又领便当了。这个游戏的角色怎么那么容易GG啊？这个真的是照剧情走啊，因为抱歉，我可能没有看这个游戏这个类型的剧情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每个都直接就去了。一回开箱，哇，龙武小帅好帅哦，有一个妹子，有头上有角，这是手抽吗？单横，哇 ，CV 是韩国的配，哎、欸，对，是日本的配音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界面，旁边有任务啊，可以领，然后分主线任务，这边有些活动奖励、活跃度、福利，所以我们一开始有先拿到一个女角。开箱的话，这边是需要烧的东西，需要烧上面这个东西。那我有30个，10回开箱必得 A 以上的角色。好，角色部分，哇，这有个角色，可惜没有 3D 模组，应该是手抽的吧？一次10抽。嗯？怎么又是你？怎么又是你？禅兄，你不是GG了吗？结果还是谁抽禅兄？哦，碎片可能是要累积后才会拿到那个角色吧。哦，好，
好像都 A 跟 B。好，我们还有手抽是30抽吧，30连抽单赔。等下角色会不会只有主角而已？单肯。哦，好像都没有抽到，就是 SS 之类的。最后10抽，这个角色到底是好还不好？好，如果大家有玩这个游戏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现在哪个角色比较好用啊？我想要抽这个角色，抽不到，杀无声也抽不到，杀无声看起来也很厉害，毕竟他们在主画面这边，主画面有三个，这三个应该是蛮不错的吧？神作兵器，这角色这明显角色画的还不错，石灰盒开箱，哦，是要花台币的才抽得到。可惜的是，他这里没有3D 模组，就看不到 人物模组，还是他是以卡牌为风格，我就不确定了。哇，角色看起来很厉害，这个很像很厉害一样。哇，免费一回合，手抽过直接中就超强的。特效服装看起来是可以换服装的，点击兵器，兵器好像可以换，是不是？可以换。哇，换一把看起来比较帅的。我们现在这个角色才 B 而已，有点难过哦。这个模组可以看得到啊。卷残云，好，我们来看每一个角色长怎样。单肯是一开始被爆头那个吧？单赔，当匪，哇，这个很凶，这个很凶，这个看起来很凶。下一个，没有角色可以选的。因为拿到碎片的关系，所以他才出来一下嘛。哦，这个啦，我原本以为我们是这个角色很帅，这个每个都有配音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不错，里面衣服好厉害哦。对嘛，我就说游戏角色衣服就是要设计的这么厉害才行嘛。如果像这样子要刻下去，你就很舍得刻那个衣服。我们先看这个角色，可以借身，他现在是 B 而已，技能是用淬灰剑。哦，技能好多招哦。会携带魔戒，这边可以换衣服啊，在下面这边左下角不是很明显。哇哦，哇哦，这个衣服是发生什么事？未免，哦，这换颜色而已啊，好吧，换个颜色好了。刚才的衣服拿到的是这一件。我现在可以切三个角色，这个拿枪的，可惜是角色没有办法再放大一点。他的比例说是长这样子，我觉得女角这个招式很好，就是让敌人直接飞天，哎，你就飞天御剑流了，狂打没有？先闪招后其实会有个 slow motion， 然后发现了，就是在敌人出招的时候你按闪招，他就有一个 slow motion 后可以使用。好，今天快速玩了一下，因为他要等级10的话才会有一些东西开放啊，然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自己下载玩玩看。主要来讲，他这个游戏跟NORPG 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是有点像是有主线任务回合制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是有剧情嘛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可以慢慢解啊，慢慢解任务就对了。然后点进去，你们看到它还有类似分线，就有其他路线可以走。然后大家可以如果喜欢这种类型游戏，看故事剧情啊，然后玩游戏的话呢，可以考虑玩看这款新游戏。好，今天游戏快速玩到这边，然后这款游戏是免费下载，目前排行榜是前几名的游戏。然后大家有任何想法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如果大家喜欢那天影片，可以帮你喜欢，指定我打开通知铃铛。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